现在啊，我来到屈臣氏，因为我妈要找化妆品，所以呢，我老婆来陪她来看这样子。对，这个我就不懂了，所以说他们自己来试吧。对，我们就在这边晃晃这样子。对。你觉得这个会不会太白，或是跟你这边的肤色，就是是不是你的颜色？对，你觉得颜色 O 不 OK？ 好，那你摸看会不会太干还是太深？如果 OK 的话，我就先试在脸上。我也带湿纸巾。我们就还是先试在手上，如果觉得颜色 OK 的话，我们再试在脸上。嗯，这里的牌子很多呢。对，蛮多化妆的牌子，所以那时候要一个一个试。但是我就先挑大品牌。哦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颜色多的，因为这个是有健康肤色的，妈皮肤比较黑一点，所以我就先用健康肤色。那妹妹要不要来试试看？啊？要不要来试试看？啊？你上什么？嗯？等下逛回去真是。以后在你还小，以后就换你来找保养品了哈，是不是？跟这些上面的姐姐一样水水的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虽然你这样很肥。嗯，它要变眼罩了。哎，对，你摸一下。这个应该有它。好，那就是这个。我刚刚用的是这个健康粉，还有另外一个粉色。对啊，这个比较黑。好，那再找另外一个牌子，我再试试看，两边去比较，还有什么牌子？这牌子这么多。我觉得这边都满是灯光骗人，灯光这样看的话，其实肤质都很好，然后用什么化妆品都不错。哦，然后站在每个按摩按灯前面这样子，皮肤都看起来水水的。屈臣氏的好处就是很多试用品哦。你是说灯光有差吗？没有，两边差的。哦。两边就感觉有差。那你会先做第二个？我先讲，那先放过去。我先帮你抓，你那边拿给我看。嗯。
但现在品牌真的很多哎、欸。对啊。哦，有很多什么日本的品牌啦，哦，国外的品牌啦，现在的，还有这种开架式化妆品。而且我最讨厌是有妆对色号对不到。对色号，还好我没有太多这种烦恼。我只有工作的时候才要上妆就好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真的找不到。来。一直掉。嗯，水嫩水嫩的。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有化妆师真的是一个福音，不需要靠自己那样子找这么多化妆品买，这样子我们只要擦保养品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有哦，都会有擦哦，我意思就是这样，两边都是用的。所以你有选好要什么吗？买了你要会画啊，你都不画的话买，对不对？我怕买了之后你放在那边就是当摆设。不能太黑的。好。对不对？这个呢，刚刚是那个 R 开头的品牌，它现在是 L 开头，都属于欧美的。哦。然后可能妈妈的脸比较干一点，要走保湿一点。保湿，嗯，保湿很重要。对。这在我手上就比较黑一点，那么手上的话就比较白一点，没有，就是是比较混合。哦。那我就拿这个试一下它。所以化妆品要试看看颜色，对不对？每个颜色配每个人的肤色是不一定的，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在手上。对，如果你每个化妆品啊都用在脸上的话呢，你脸会变成五颜六色。所以手很重要，但是我手超黑的，对，所以什么放在我手上应该都黑，对不对？没。你脸超白的、啊哦，我觉得他们还要弄一段时间，对不对？我跟阿妹出去外面走走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好好试。对，因为女生试化妆品跟保养品都会试很久，我们就谁晃晃。所以我觉得就是屈臣氏跟康仕美其实现在都不错，就很容易就是让人家可以就是就地保养这样子，我觉得这样也是蛮方便的。或者我看过很多人啊，就是可能赶上班或出去约会出去玩，然后呢就走进屈臣氏或康仕美，然后可能拿个护唇膏拿个口红擦一擦，哎，就出门了，这是不是也是蛮方便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当然啦，只是让你们试，还是要买哦，不然的话，这样会有点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来谁，今天乐华夜市人蛮多的，因为难得好天气嘛，天气还不错，所以就来这边逛逛。而且假日来讲的话，夜市都是观光客比较多，其实。当然在地人也是有了，但我觉得在地人的比例比观光客少，因为在地人的话就平日来逛就好了啊，如果假日的话呢就不会想要来人挤了，所以我虽然在地人我还跑到夜市了，我住夜市附近，对啊，然后就很多人。嗨，才哥。对啊，就生意都很好，人很多。好啦，今天就先，哎呦，他的发带又，还是要把发带拿下来。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边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就是我老婆他们带着我妈，就是去逛一下化妆品，买一下，人要美美的。
哦，那我就在外面旁边等他们，到处自己谁谁晃晃的。哦，今天的日常就这样，拜拜。